白色恐怖受难者秋季慰灵大会，大会开始，请国贸默哀开始。秋季主题为珍惜和平，守护民主，两岸同心，振兴中华。这个主题反映出白色恐怖受难人以及家属对于当前两岸的危机的担忧，而对两岸未来的期盼，呼吁台湾当局放弃对抗路线，回到两岸交流的正轨。我是周英奎，山西省平遥古城人，今年90岁。为了亲人不在骊山，为了民族不在山东，两岸定要和平统一。台湾的老百姓不能被台独绑架，更不能依靠美国外部势力的干涉，把台湾和台湾老百姓推向战火。唯有跟祖国大陆结合，选择和平统一，台湾才有希望。我们在此祭奠先辈，致敬他们用不屈的青春热血感同的旗帜，更要继承他们的精神，追求他们的理想，以更大的视野和格局团结更多的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为实现两岸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而奋斗。